同从座位上面起立。感谢主，十二月份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月份， Amen。我相信今天神的祝福也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好不好？请你先去找三个弟兄姐妹，跟他说，神的祝福今天要充满你，神的祝福今天要充满你，哈利路亚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 Amen。弟兄姐妹，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是我们心中是充满火热的， Amen， Amen。 因为我们要来到这位施恩的宝座的父神面前， Amen， Amen。 求神今天用他的热情浇灌在我们的当中，求神今天将他的祝福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今天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热情释放的来敬拜他， Amen， Amen， Amen。 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要开始敬拜的时候，我要你拿出你全部的热情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热情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相信今天神的祝福要更多更多的倾倒在我们的当中， Amen， Amen。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请你找三个人跟他说，神的祝福要大大的充满你， Amen， Hallelujah， Amen。基督福音好消息的使者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 Amen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宣扬耶稣
稣已经为我们降生了， Amen， Amen， 一起拍手好吗？有信心的跟他宣告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哈利路亚！没有难成就的事，没有难成就的事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Amen。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Amen。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Amen。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敬拜他，好不好？举起我们的双手，单单的渴慕他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起来敬拜。我要唱，主唯有你拯救我生命，耶稣你释放我心，将我罪和羞愧都完全挪去，你为我拯救。
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也是我完全，你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我站在你光中的荣耀恩典，在公义和怜悯中间，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，基督你活在我里面，基督你活在我里面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也是我完全，你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，宣告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也是我完全，你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早晨，我们要来到这位施恩的宝座面前，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父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再一次要来思想上帝赦罪的恩典，上帝赦罪的怜悯在我们的当中，更多更多的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！我站在你光中的荣耀恩典，在公义和怜悯中间。基督你活在我里面，举起双手来宣告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也是我完全，你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
宣告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也是我完全，你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是我完全，你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再次跟神来敲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爱使我完全，你也使我完全，你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妈妈再唱一次，我已被赦免，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，你也是我完全，你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，我已被赦免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已被赦免了。主，我已被你洁净了。主，谢谢你将新生命给我。主，谢谢你将新的盼望给我。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为你来活，为你来活。哦，主，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，求你发出真实，带我到你的深山，你的居所，唯有你是我追寻，我心的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，让我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完全属你。从头来唱，哦，主，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。
哈利路亚，有姐妹们把更大的掌声献给神。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。今天早晨他是得胜的君王，今天早晨他是全能的主宰，今天早晨他是你生命中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，阿门。所以上帝从来没有改变，即使外面今天下着雨，即使外面今天的天气比较凉，但是上帝的得胜，上帝的荣耀仍然存在我们当中，阿门。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一起举起手来祷告，让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再一次来经历他。今天早晨的时候再一次来领受他，今天早晨的时候再一次来与他同行。数到三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一二三。哈利路亚，上帝的荣耀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让我更多的来到你面前，今天早晨让我更多的把我自己放下，今天早晨让我更多的能够来经历你，经历你的得胜，经历你的信实，经历你的医治，经历你的帮助。上帝啊，祝福在我们当中，恩待在我们里面，求你保守在我们的生命中。谢谢你的主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今天来到这个会堂的进来这个门的那一刻开始，上帝就已经在这个地方了。Amen。 所以不管你有任何的问题，如果你有身体上面的疾病，你现在把你的手按守在你有不舒服的地方。如果你最近的生活当中有压力有困难的，把手放在你的胸前，因为我们相信现在就是经历上帝的时刻，现在就是领受他恩典的时刻。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吗？现在就来经历他。Amen。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就为你的需要一起来祷告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求你保守在我们有些人身上，有些人在财务上面有需要，大家有些人在身体上面有需要，求你祝福在他们身上。但有些人心里作难，有些人最近都在压力里面度过，但上帝求你祝福在他们手中，祝福在他们身上，他们现在就领受你，现在就领受你的帮助，现在就领受你加添力量在他们身上。谢谢你，耶稣，赞美你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你是那得胜的君王，你坐在那得胜的宝座上，所以我们跟着你，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人，我们加入得胜的军队，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早晨的时候，求你把你得胜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把你健康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把突破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来经历的神，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来依靠的神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今天拓展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能够举起我们的手，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活出那个喜乐与健康。谢谢你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，拍手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坐下来的时候，请你跟你左右两边讲说，今天我要经历上帝的得胜，今天我要经历上帝的得胜，今天我要经历上帝的得胜。大家请坐。觉得我们教会的会友都非常非常的爱教会，而且非常的爱上帝，因为呢，即使像在这两天温差的那么温差很大的状况之下，头脑卡住了啊，因为准备圣诞节戏剧有点紧张，这么样啊，天气变化的状况之下，但是大家仍然准时的来敬拜神，准时的能够来经历神，我想这就是我们生命突破的开始 ，Amen。所以呢，当中呢，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，所以等一下呢，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想要欢迎我们教会的新朋友。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，等一下数到三的时候，请从座位上面起立。我们想要欢迎你加入这个大家庭，我们想要欢迎你，想要认识你。所以新朋友预备好了吗？数到三的时候，请从座位上面起立哦。一二三，请新朋友起立。来，前面这边有几位哈？来，请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们握握手，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。欢迎你来成我们的家人，谢谢，再给我们新朋友一个热烈的掌声啊！好，也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飞鹰新闻。